一凡，车子是从上面下来。一凡，哎，先生，你要去哪里啊？一凡，你去哪？先生，阿妈，拜托你，我要找你阿母。 我这边上面找到最后一名乘客，我需要支援，赶快上来，赶快上来这边。赶快啊，快点救他！陈科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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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
你怎么？你让我，你这，你看这事。啊！进来。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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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10:23，抢救无效，宣告病人死亡。你为什么救我们？上个礼拜，我还跟凤娇阿妈说，要是我的病好不了，暖暖结婚的时候就请她当主婚人。怎么说走就走呢？阿妈平常热心帮助别人，老天也没有长眼。他儿子媳妇又走得早，阿妈辛辛苦苦把一番拉拔大，却没有善终。请问你是？请问哪位是家属代表？等几天啊？你好。我是顺泰游览车公司负责人王淑丽。对于这次的事故，我们感到非常的不舍和遗憾。我哪知道是你害死的啦！干嘛冒险我啦？请大家放心，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配合检方的调查。等事情厘清之后，我们会负起应该尽的责任和理赔。现在最重要的是妥善照顾所有罹难者的后事。你完全负责了。这是我们的魏文琴，请收下。干你娘嘞！一台车二十几台人命，你要揢啥物负责啊？我要出门去都无回来，我家个两个囡仔咧读国小，你要负责，你要揢啥物负责啦？我拢甲大家讲款，无希望这件代志发生。这是我的律师刘玄彬先生。你有啥物问题拢当找伊讨论？领导的车一定有问题啦，迄涂骹拢无塞车的痕啦，根本是送几台车的人去死嘛！你即摆神经歪当了解？吴国清，你讲话要有证据。我们公司是政府合格的游览车公司，所有的验车报告都非常的详细，所有的司机绝对没有超时，也没有过劳。
炮兵，没有违法，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真的目标就飞下去，怎么回事啊？哪里配笑呀？大家今天情绪有点太过激动了。我们等检方调查结束，真相出来，我们再后续做联络。为了加快双方的交流，我建议我们统一窗口联络。这是我的名片，先保持联络。这边走。哎，别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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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考无效啦，请律师考有效啦。请律师，会使甲伊讲是够死无？够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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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好。陈警官找我们来，我还要去立法院咨询。啊？我带我的助理来已经很给你们面子了，你们再刁难，我们就不配合了。吴总，有什么事情跟我助理讲。熊爷，哎呀，你好呀，哎呀，你哪在这？你也来侦讯吗？是啊。你在那个游览车上啊？是啊。你呢？我是倒霉，我刚好开车经过那个车祸那边啊。好。张委员，不好意思哦，我们就是想问你跟你的助理几个问题。因为你的行车记录器有拍到翻车的画面，然后你有加速的离开，所以我们所以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加速离开害那个游览车翻覆吗？委员，我有这样说吗？我只是要跟你要你的行车记录器而已。我不是都已经给你们了吗？但是你给的不完整啊。有些事我跟助理讨论一些立法相关细节的内容很敏感，不方便公开。你这样子是在找我麻烦呢。好了好了，就这样子好不好？该讲了我都已经讲了，我不说了，就这样子。请坐。有这么麻烦吗？哎，熊爷，第几家？处理病人有这么困难吗？熊爷车祸之后，还不是为了大家坐着轮椅去提供证词，他呢？他的阿嬷就不一样了，是再也没有办法看到自己的孙子，体谅别人，那不是做人最基本的道理吗？你是哪位啊？我叫赵楠，我是他的朋友。张委员，你的行车记录器真的是这个案件非常关键的证物。假如你不愿意配合的话，那我只好申请扣押喽。再见。太嚣张了吧！关呢、啊？你觉得昨天晚上那个温泉旅馆怎么样？很舒服啊。那你呢？只要是你在的地方，我到哪里都舒服。哦，你有？那不是有老婆了、啊？怎么跟秘书点点呢、啊？点点呢、啊？哎，这是我个人的私领域，可不可以麻烦你们不要讨论啊？你觉得昨天晚上那个温泉旅馆怎么样？很舒服啊。那你可不可以不要一直反复播放啊？在的。张委员，不好意思哦，因为有一些部分我们要翻拍记录，但是我们会静音，所以你不用担心。哦，慢些。嗯，
是这样子的，那个游览车行驶的路上的监视器画面我都有找到了，然后还有行车记录器。那我想问阿伯一些问题，我会请阿伯帮我回想一下说那天在车上你有没有觉得哪里有怪怪的地方。我熟悉阿全样子吗？你不要忘记，你这个立委是所有人一票一票选出来的。你他妈最好有投我的票啦！我只服务我的选民，不是你。你他妈！哎，我只是想要真相。哇！怎样啊？太慢了吧？他们好慢哦，超慢的。我们超过他们好不好？开的也太慢了吧，大哥，是开牛车子。什么声音？刚游览车。刚那台车不见了。起来哦，罗一凡！不用你管啦、啊。你可以像男人一样吗？跟我一起查出真相，找出证据，把坏人绳之以法嘛！都起来哦，你！起来！起来！起来！啊！啊！为什么？为什么好人要遭遇这种不幸？为什么阿妈要死？法律可以替你讨回公道。法律根本没有。那些立委的嘴脸，谁可以对他怎么样？你可以吗？请你们这些律师打官司，然后呢，要拖多久？最后每个人赔一点小钱，我们的亲人命回得来吗？那不然想怎样嘛？我要他们赔命，我要他们一命赔一命。我们车上死多少人？我要那些该负责的人，那些没有良心的老板，那些死心一看看赔命。这样就高兴了吗？这种陪葬，根本没有找到问题的核心。我不需要知道问题的核心，我现在要的，就找一堆阿爹啊，把他们一个一个找出来，打个半死。就这样子，我才吞得下这口气。这样你又高兴哦？下一次开心吗你？对，我会高兴，我要爽，我会很爽。罗一凡，你讲你道理啊！你要跟我讲道理，你要跟我讲道理。我只知道，今天我阿妈开开心心的出去，最后冰冰冷冷的回来，
如果今天死的是你阿妈，你会讲道理吗？你不要忘记当初你妈失踪的时候，你没有比我好多少。罗一凡，现在只有你自己可以救自己，你知不知道啊？你根本就不懂我的心情，我不需要你管，你可不可以回去？我要睡觉，你不要烦我。请问一下，你们是在排什么？这里这么多人在干嘛？什么意思啊？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小伙子，要不要喝啊？婆婆的汤很好喝哦。好啊，我刚好也有点渴。我这汤是不是能治病啊？为什么他们本来这么忧伤，后来好像心情变好了？因为啊，他们喝过以后就开始地狱十殿的旅行，忘了过去，忘了快乐，也忘了忧伤。没有情感的牵绊，气色自然就好了嘛。所以这个是？这是孟婆汤，你不知道你还喝？那我不要了，还你们，还你们。所以这里是地狱第一殿。所以只要人死掉都要喝这个吗？嗯。那我阿嬷呢？如果死了就当然要喝啊。所以她也会忘记我？哎呀，记得有什么好嘛？我们总以为人生在世有很多珍贵的事情都要记得，可是就是因为记性太好了，所以就太在意了。接下来我们会经过十殿，经过每一殿阎王的考验。人总是因为七情六欲而难免犯了错嘛，很多事情不如我们想象的美好或忧伤，都是自己煽情的想象。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阿嬷忘记我，我也会永远记得她。阿嬷，阿嬷，阿嬷，你们这些地狱的恶鬼无情，不代表我要无情啊。我阿嬷嘞。阿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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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是做梦吗？我是去地狱了吗？
那是阿嬷。阿嬷，我是想你的，你会回来我的梦中吗？不好意思打扰各位一下，我跟大家介绍，这是我们的新同事。哇，终于有新同事了。Hello， 大家好，我叫赵暖，之前在纽约学法律，现在回到台湾，正在学分班学习，准备要考台湾律师执照，希望大家多多指教。你好，我叫林翔。你好。你好。这位是国维，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可以问他。你好，我是国维，我坐你旁边，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再麻烦了。不会。沙可金在后面，等下来办公室找我。好。您的咖啡。哦，谢谢。你怎么对我那么好啊？我想说，你刚跟我说茶水间，我就以为你需要咖啡。没有咖啡机了，那你以后就做我助理喽。没有问题。多指教。啊，这就是我们目前的资料，你先消化一下。好。你有什么事吗？有一件事情想要麻烦为人哥。是顺泰游览车翻覆的案子。其实那个案件受害人比较多，哎，比较不好处理。那就不好麻烦为人哥。我可以再要一点吗？哦，没问题。我有说不帮忙吗？谢谢文仁哥。再麻烦你了。好的。再麻烦了。报告完毕。报告完毕。一个刑事案件在被提出告诉之后，就算后来被害者死掉了，这个刑事案件也不会因此而结束，检察官还是要继续加以追查。各位同学，你们都是立志要当律师的人，我们在面对不同案件的时候呢，就要采取不同的策略。我们以最近顺泰游览车翻覆的新闻事件来看，如果你们是游览车公司的委任律师，你第一件要做的事是什么？第一件事情当然是要先谈妥律师费，不然其他谈什么都太早。但是在谈价钱之前，更重要的是要确认当事人对案件的期望是否合理，不然会忙很久，一场空。各位同学，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哦。但是实务面呢，就是赶快带着你的当事人去向对方表示歉意和诚意，或者是在整个案件上来讲，我们才有可能去跟法官争取酌情审理。那如果是罹难者家属的委任律师呢，该做什么？这个案件它有合格的车检，有司机的排班表，加上司机已经在事故当中身亡了，所以实务上如果没有办法找到证据能够证明游览车公司跟死亡车祸有直接的关联，非常可能由司机承担业务过失责任。那公司是否管理不当，都不会是讨论重点吗？政府规定司机每驾驶四小时，中间就有30分钟的休息时间。那休息的半小时，可以保证司机完全不被受打扰吗？而且真的可以这么刚好，开车四小时之后就有一个休息站可以让司机休息。在美国有规定，开车超过10小时以上，车上必须要有另外一名司机待命。欧洲更严格，规定是在8小时。当整台车的安危都有司机一个人在扛时，长时间工作下来，又有谁可以分担司机的风险？台湾的驾驶不是只做驾驶的工作，他们还要负责车子环境的整理，检查车子的功能是否正常，最后再把状况回报给公司。
这样的流程大概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请问这些多的工作时间又要怎么算？所以劳基法才会规定整体的工作时间不能超过12个小时。那要是他打卡下班后再回头整理车子呢？通常司机害怕老板刁难，怕工作不保，大多都会隐忍下来。这时候案情是要怎么样水落石出，责任又会回到司机的身上。这时候司机又已经车祸身亡，他是要怎么样为自己辩驳？难道要起死回生吗？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症结点，就算法律规定的再怎么缜密，有心的人还是能够找出漏洞钻。在夹缝中求生存真的很辛苦，我认为政府应该要主动出击，建立更严格的体制，更严厉的惩处，在重罚之下业者自然不敢违抗法规。这咖啡敬你。谢谢。我帮你。你刚超帅的，就像女版素还真。素还真？你不知道素还真吗？就是那种武功高强，一出手就可以把对手打飞的那个。不行不行，你不行。专武专德是专贤，老中金书充满款，掌握文武不啊滴滴滴滴滴滴滴。这个就是素还真，哦，是不是超帅的？我有很多他的影片哦，我传链接给你，叫我珊珊就可以了。我真的超欣赏你的，我一定要认识你才行。哎呦，来来来，你这个王孙的啊，你看你这冰箱，阿妈给你放这么多物件，你拢也无动着，拢放甲歹歹去，那偷这人的秘密哈，阿妈给你整理的。哦，这人哎呦，这米那是，哇这，哎呦啊，放甲安尼，啊这排的，叫你啊创啥？坐啊，坐，坐你乖乖，坐啊，乖，你坐。哎呦喂啊！啊！这碗碟自迄天到今拢无洗，哎呦，家灶搁伫遐咧烧，哎呀！啊，你是拢无食哟？煮空气就饱。阿妈，你哪会？哪会啥？嗯，啊，这天还搁伫个哦，自迄天到今，哎呦，我拢臭生气呀！哎呀，你实在是哦。阿嬤煮一点給你吃，好，來。阿嬤。阿嬤，我就想你的。哎呦，麥塞奶啊，麥塞奶。你把我煩的叫起來，啊，若不然我怕我面煮好，他總會搞起呢。Thank you.
来，这个资料先看一下了，温律师准备的资料。哦，三位啊，来，先帮我传一下，看一下。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请温律师帮我们打官司。我会帮大家争取到最好的权益。我来跟大家打个比方好了，比如说这一罐水是50万，政府都会要求每个客运公司都要投保强制险200万，乘客险150万。后来我有查顺泰，他还有帮每个乘客在投保第三责任险，又是200万，所以我们基本的理赔就有550万了。你们也可以去查查你们受难的亲人有没有额外投保什么保险，这都是保险公司处理的、啊。那游览车公司不用负责吗？啊对啊，啊敢讲我无人去用乖吗？死这么多人呢，20几条人命呢。如果责任在游览车公司身上的话，那游览公司就会负责。主面的死了，但是店还在啊。嗯，你们各位想想，一个老板会因为一个客人吃坏肚子就不开了吗？不会。开门做生意就是要有客人嘛，不是吗？所以他一定会拿出赔偿金出来的，一方面做给客人看。一方面做给法官看，啊，不然大家吼跟我台来抗议啦，把新闻炒到大个啦，丢，我看新闻有报哦，迄死去的司机林福全吼，有一个查某囝嘞，啊，咱应该给找出来，袂使让伊走去嘞，丢，我一定会尽我所能，这场官司我不会跟各位收取任何律师费。我收钱诶，可以看看里面的内容，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随时问我。哎，站住！文伟人这么积极哦，我们要积极一点。你不渴吗？哎，你干嘛啦？像有像老板吗？嗯，头发。好了，你这个拆掉啊，我们等一下再重新梳一个。老大，这样。哎，老大，怎样？来，你看。这是我干阿公吼，语事长辞之后老外，你请看麦，帅，安尼唔叫球的哦，好像有哎，来，我看看，有老板样子吗？有，走开啦，老大，来包冰轮，吃的 OK 哦，可以啊，这样才会像啊，哦，可以啦，我有个秘密武器啦，有啊，老大你看哦，这个啊是我舅舅送我的，他就在我爸妈过世之后就最疼我啦。要我以后哈送给我喜欢的男生啊，这样你自己留着啦。不是啦，你戴很适合，你看你戴起来哈有像老板哦，有像，你看这样结婚以后也可以戴。可以，好啦，老大你看我们两个这样小姐请你自重。小姐，我表太亮了，帮我看一下时间。你真的很夸张哎，迟到这么久搞这些，准备好才能上啊。我懂，车安全帽开过来了。你怎么会开缆车啊？哪来的缆车？朋友这么多，叫一声就有了。出发。啊！老板，哎，老板你好，各位车啊，我是罗顺峰啊，啊，我有一间游览车公司哦，想找你验车啊，嘿，老板，这是阮当的妹子，哎啦，这你好，哎，罗顺峰，你的车呢？在外口，来，过来。
也可凶啊，老油啦。可凶啊。车窗急迫器，安全带检查，逃生天窗。哎哎，也恰恰那枯叶了。老板，你们验车好严格哦。小熊，我做这些产的方案，那你来听。哦，啊，阮老爸甲公司告我哦，告讲一句话啊，男人就是要闯出自己的名号，所以我才改名再出发。嘿嘿嘿嘿嘿。老董诶，敢是有啥物代志要甲你处理了？其实我手头哦有五台车，五十台。恁两个安尼感情袂歹吼？你讲你七啦？秘书。七啦就七啦，歹势啥啦？无啦，我秘书啦。日时是秘书啦吼，暗时一条梁叔叔。嘿，五十台车是多一个牌，多一款，又是会当坐真侪人的迄款。43座位大型游览车，5年内全新车款，进口底盘，车身是台湾制造的。进口底盘哦。对。多一个。美国的。我们老板不太了解啊，因为我们都是吼拼装车啊，美国。没了，美国啦 ，America。老板是这样啦。啊，我们下个月哈就有东南亚的一个大单要来，我们真的很希望可以有一个长期合作的伙伴，希望你可以考虑一下。哇靠，真济哦，遐阿萨布鲁的，硬啊扁啊，嘛无人知啦。因哦一条工哦，甲你创空啦，兼东兼西，太济啦。哦，哦哦，嘿，所以啊。你要找一个有信用的，较保险啦。好的，安尼，小意思啦，胖。希望你会喜欢。哦，我这支嘛是有口碑的呢。我安尼凊彩啦，我甲你讲，阮做这哦是袂使乱来哦，乌白母是会死人呢。恁的车安尼哦，敢有可能让恁过？哎，陈老板，可是顺泰王老板说找你就对了耶。是啊，你嘛白咯。白。嘿嘿嘿，对啦，这熟个啦，常常做伙食饭啦。好啦，姊的朋友。来，这间走一转，哈，看有啥物爱修理的、爱换的，我去处理你啊，处理好再转来。好。我懂了。哎，陈老板，你好。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欸，陈老板，你哪会甲之前迄个陈老板生甲遮像啊？对啊。嗯。我都告诉你，他是我在外面偷生的。嚯，那他算没有保养好嘞。开玩笑啦，他是我弟弟啊。哦。他验车，我修车。哦。来，里面坐。来里面坐啊。来。既然是我弟介绍的，来。交个朋友，好，朋友价。哎呦，你们这个估价单，我觉得可以跟我秘书讨论一下。怎样？陈老板，你这个底盘零件、变速系统很贵呢。啊，我们预算没有那么多，可不可以便宜一点？是的，老板，我爸吼传这间公司给我，就跟我讲说，做生意就是交朋友。交一个朋友长长久久，今天你帮我们一个忙，以后我们一定不会忘记。拜托啦。便宜有便宜的做法，按照我们的做法来处理啊，交给我弟验车，一定包你验得过，可以吧？哦，
那是什么做法？每一家做法都不一样啊。我们这边的小个短袜无洞套安呐啊。啊，这样以后不会有问题吗？绝对没问题哈。那就麻烦你了哈。好啊，老板要给我们跟顺泰一样的哦。那当然啦、啊，顺泰是我们老客户了，他的车啊全部在我们这边做的，没问题。好，谢谢。哎，罗董，哎，你在看什么？黄昏了，不要这么没想啊！魏一凡，你怎么了？你还好吗？你？你干嘛在这里睡觉啊？你看，这什么时候你在那睡觉、啊？喂，你们在那干嘛？啊！谁叫你们进来的？你真的看到鬼？爱信不信随便你。死者家属一半以上都已经同意撤告，最起码还有我跟熊爷，我不会让我阿妈死不明不白。熊爷，你有跟顺台签和解书？武玄哥有个女儿。那、啊、你们去问了吗？那天通知领遗物的时候，他没有出现。现在好多记者在找他。我是这次车祸的罹难者家属。对不起。你又不是司机，你为什么要对不起？如果我们再碰到一次，我觉得你会记得过去的日子。Yeah.